In and Out Burger。大叔，我今天就要教大家怎么做最经典的 Double Double 复刻版。从基本菜单到不怎么秘密的 Secret Menu， 它是美国西岸的国民美食代表。波登、戈登、明星都是粉丝。One of my favorite places in Los Angeles. It's the only fast food chain that I actually like. I think it's reasonably good for the world. Oh yeah, there it is. My favorite restaurant.A drive-through in and out, and I'll ask for a double-double, animal style. So I just stack them, jump in the back seat, and eat them on my own. I love In-N-Out Burger, honestly. Yeah. I just wish they'd open up in bloody England. And they cut the fries by hand, they cut them in front of you. And the burger was delicious, to be honest. Did you wait in the line? Because the line goes around the corner. Mr. Clooney. What is that? Is that a milkshake? Chocolate milkshake, yes. Oh, that's good. Take care. I noticed you didn't dig down to give the guy a gratuity.看今天大叔忠实复制 In-N-Out 最经典的 Double Double 双层起司牛肉汉堡，抹酱 Spread， 特别叫它 Spread 抹酱，而不叫 Sauce 酱汁，是因为涂抹上去不是用淋的，它其实是不能再普遍的千岛酱 Thousand Island Sauce， 说穿了就是美乃滋加番茄酱，但是行家都知道，越简单的东西越难做，分量比例差了一点都会走味。大叔的偶像 Kenji Lopez Alt 花了时间用数学研究出十分接近的配方，我们今天就用他的食谱来做。材料很简单，美乃滋、番茄酱、腌黄瓜 pickles、 白糖、盐、白醋。先把一条腌黄瓜切碎，那酸黄瓜酱 sweet relish 可不可以？试过的人都说味道不对，所以还是乖乖的切吧。在一个碗里加入三大匙美乃滋、一大匙番茄酱、两茶匙切碎的腌黄瓜、半茶匙的白糖、少许盐、半茶匙白醋，好好的搅拌均匀，再放冰箱待用。这就是一个 Double Double Burger 所需要的分量。汉堡肉排 Beef Patty， 它引起对 In-N-Out 宗教性狂热信仰，同时也防止它各地扩张。不同于其他素食店，他的牛肉全部来自自家的两个肉品加工厂，分别在加州 Baldwin Park 和德州 Dallas。 从1948年来一直用在西岸当地采购的牛肩胛肉 Chuck 部位，然后再自己绞肉成型为每片2盎司的肉排，再用自己的冷藏车运到各自分店，全程不冷冻，所以任何分店一定要开在一天车程就能到的距离，当天送到的肉当天一定做好卖出。因为简单复刻版，我们就直接用沃尔玛特买的80/20牛肩胛肉绞肉，新鲜品质好又便宜。我们今天的汉堡肉排每片大约2到3盎司左右，直径4寸，10公分左右，要跟 In-N-Out 一样，我们不调味，不甩肉，不添加任何其他东西。但是在台湾要买什么肉，哪里买，可以参考大叔之前的汉堡影片。汉堡面包 Hamburger Bun， In-N-Out 当然有专门工厂帮他们做特制面包，也是家族工业，高炸比的慢发酵面团做成松软 spongy 的汉堡面包。大叔今天复刻版希望尽量简单，所以直接在卖场买了最常见的 Wonder Bread 汉堡面包。 Wonder Bread 跟 In-N-Out 的大小形状最接近，没有芝麻也没有经过冷藏，是美国指标性品牌。配菜 garnish， Double Double 的配菜也很简单，美式生菜 iceberg lettuce， 强调一定要顺着纹路手撕，不用刀切，据说这样才能保持水分，生菜接触金属也会更容易氧化。大家觉得这有其科学根据吗？厚片牛番茄，两片洋葱片，最后是两片美式起司，都是最常见最便宜的食材。备料准备好了， Let's go。 制作过程，先用中小火加热煎台，其他种类的锅也可以，但最好用厚一点的锅。切面朝下干煎汉堡面包大约3到4分钟，不时移动一下，直到金黄，偶尔要检查，小心不要烧焦，取出待用。调高火力加热至中大火，喷点油，
这是在汉堡肉排朝上的那一面用粗盐和黑胡椒调味，然后把调味过的那一面朝下放入热煎台或锅子中，这时应该在另外一面也要调味。 Oops， 但是大叔忘了。煎第一面大约两分钟，翻面汉堡排，然后先把起司片的一端折五分之一左右，再各放一片在汉堡排上，然后在其中一个起司肉排上放一片洋葱。你们看到大叔，我同时也煎了另一片洋葱，这不在正版的 double double 中，继续煎约两分钟左右，总共四到五分钟。组合 in and out 经典 double double 也有一定顺序。先在汉堡面包底层表面涂满抹酱，然后放一片厚番茄，再来几片手撕美式生菜，有洋葱的起司汉堡肉，再放另一片起司汉堡排，最后加上原本没有的煎洋葱片，再盖上汉堡面包，哒哒，家庭式复刻版 In and Out 经典 Double Double 双层起司汉堡完成了。你看看，你看看，大叔做的怎么样？是不是很像？酱很多，酱很多很重要。今天我们所有的分量都是做一人份的，所以大家你想要做两个、三个、四个，就 double 上去就可以了。肉你想要放四片也是可以的。这个是 in and out 的出来。我觉得我们选那个 Wonder Bread 真的是很对。但台湾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全联啊、家乐福啊，是是，对。哎，这是他的做，我们比较厚哎，我们的洋葱可以加很多。我们加，来，我先吃我的 ，OK， 你先吃你的，我先吃这个。酱汁是重点啊。来，酱汁是重点。还蛮像，酱汁很像。你觉得酱啦，对，酱才是重点。就在家自己吃也很方便做。对，今天我们就是来复刻 In and Out Burger， 在台湾吃不到，自己也可以做得到。对对，我的 Animal Style。Animal Style。Bonus。Animal Style， 它真的很厚，它的洋葱是用炒的哦。想要知道怎么炒洋葱，可以留言叫大叔一下再炒这个碎洋葱。不用留言，就看我们的牛排酱汁里面焦糖洋葱。切碎片就好了 ，OK。牛排酱子里面有，大家可以看连接。是，这好大哦 ，Animal Style。Animal Style 跟 Double Double，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我觉得 Animal Style 好了，东西很多。在台湾不能来加州，也可以自己做 In and Out Burger， 就按照我的方式做。所以你们在家如果试做的话，欢迎分享给我们哦。OK。如果你们喜欢吃什么其他连锁店的东西也可以告诉我们，让我们试试看可不可以复刻一下哦。对，好，我不管你，我要继续吃了。Cheers， 拜拜。我觉得大叔我自己做的比较好吃。